100块人民币在其他国家能买到什么？在漂亮国，100块人民币约为15美刀，你可以买4杯咖啡或者点一份披萨。不过作为零食之一的辣条，100人民币却连2包也买不到。在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人那里，100块人民币约为1700日元，你只能买到2杯咖啡或几份便当。这日子果然是过得不错。在韩国，100块人民币约为18000韩元，这仅仅能买到6个苹果或3-4包面条。来到萨瓦迪卡，100块人民币约为505泰铢，差不多够你3天的伙食费，或者来2次马杀鸡。而在阿三的国度中，100块人民币约等于1100卢比，你可以买到50斤左右的芒果，或者剪30几次头发。在被誉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澳洲，100块人民币约为21澳元，你能买到1大桶20升左右的鲜奶。但作为小众蔬菜的黄瓜，这些钱却只能买到6根。而在朝鲜，100块人民币约为13000朝鲜元，你可以吃50碗面，或者买100多斤苹果。那如果在津巴布韦，你觉得100块人民币能买到什么呢？